网友称这个东丈比世界冠军黄奕强100倍。大家好，今天大爷来一个东丈王打一个洪明的对局啊！这个东丈王他是很牛逼的压制的，不是在大街上卖屁股的搞心态打法啊，这种是强压打法，另类风格。打晕，反边一关啊，再也出不来了。东丈这个角色啊，是一个暴虐型的角色。啊，小西整个腿，可以，柱子推的不错。哎，这一下进角落，哎，疯狂压制，再一次打晕。拔神，又要进满边，有点怕怕的哈，直接跳出来，还是被踹了一脚。再次进满边，狂轰乱炸啊！风啊，呼呼的刮呀，被风呼呼的吹啊，非常的冷啊。可能有人说这个洪明很差呀，啊，其实他赢过啊，赢过这个东丈王的啊。哎，这个 AP 真的是再打晕，游戏体验太差了哈，看这种碾压局。出不来啊，动不了啊 ，AB 打你身后啊啊！这波着急了啊，这波下手太着急了，推远一点，方便下手啊。贺姐姐好单薄啊！孤军作战，死，要死，可以，这波升龙不错啊，有功底，升龙带走，好，把你的树龟走掉。